好，来看到大汪恋在台北晒恩爱六天，那么29号下午，汪小菲跟大 S 手牵着手飞往新加坡去了。不过现在也确定两个人的婚宴日期就是定在明年的3月20号这一天，到时候是会在北京和台湾公开的宴客。而这个日子是谁挑选的呢？当然是婆婆张然所挑选的。果然呢，是婆婆说了算。那么大 S 跟汪小菲在这个3月20号明定呢，明年的这个时候就要来举行他们的婚宴了。好，目前所知道呢，婚宴定在3月20号，这个好日子呢是在张兰所挑选，而且这个在台湾的五星级饭店呢，有可能是远气君悦或是金华，现在开始了抢人大战。谢谢，拜拜。